我跟你讲，人现在就是无聊，所以才有抖音的嘛。啊，Chris， 这两个软件除了做无聊的，还要做好玩的。TikTok download at 你去 Google search TikTok。App Store 这个是 TikTok 哪个版本呢？啊？TikTok 不是一个版本吗？哇，这个问题复杂了，我们一千个人这个问题 ，TikTok 不是一个版本吗？iPhone 可以下载剪映 ，iPhone 呢？来，我们请 iPhone 可以下载，你去 iPhone 的地区，在 iPhone 的那个地区那边。换 iPhone， 我没有 iPhone 啊。哎呀，大家实在不行，剪映不在 Apple Store， 对不起啊 ，App Store 里面没有剪映 ，Google Android 里面啊都不在啊。不可以 download 的 laptop， 这就是什么是手机的，这两个软件都是手机的短视频软件，不是 PC 的啊。哇，你们太好了。这是 Shirley Pan， 我跟大家讲，大家下载的是 TikTok 是国际版啊，因为中文版呢比较多人是中国看的。大家直接下载 TikTok 吧 ，TikTok 比较适合马来西亚、新加坡还有文莱的伙伴。可以去 Google 下载，答对，是太好了，谢谢 Tony。可以去 Google 下载，选择 Google 或者 iPhone 版下载就安装就可以了。VMake 也是剪映。并把进取更加坚定，岁月洗礼，生命更有意义。一群人，一条路，坚持一直走下去，在一起不容易，相守更加了不起。一群人，一条心。VMaker 它的 logo 一模一样的吗？应该不是吧。大家去下载的还是下载剪映比较好。VMaker 的剪映的 logo 不是好像不是剪映。 OK， 好， Apple 改了地区，然后下载应用宝就可以下载。 Android 手机很小声吗？听得见啊，听得见。声音很小吗？可以再大一点，老师。啊，等一下啊。好，大家好，声音是听得清楚了。对啊，清楚了，清楚了。我现在是用手机，所以我用一个电脑一个手机，所以我要用手机播直播还用电脑，对我来讲这个对于一个老师来讲啊有点难度啊。Apple 是可以下载到剪映的，只需要更新地区去中国就可以了。谢谢，答对方法自己搞定啊！我们现在前面只是 warm up， 今天下午还要教课啊。OK， 差不多了，两点了。今天下午肯定是一个老师 iPhone 用 VMaker 可以吗？我不鼓励啊，因为它的里面的内容不一样。大家还是要下载剪映哦。VMaker 可能是 copy 剪映的版本，但是它不是剪映哦。OK， 我鼓励大家如果真的。啊，用法和剪映一模一样也可以啊 VMaker， 但是我鼓励大家剪映的升级版还有很多新的特点哦，大家有机会可以
OK，Viamica 是英语版的剪映啊，我还真的第一次，对不起啊，第一次知道。剪映怎么下载 ？Google Play，Yes，Google Play 没有。大家剪映还有没有在 Google Play？ 所以你要去 Google Search。OK， 我再讲一遍啊，再去 Google Search。OK， 刚才我们的伙伴已经给地址了。来，我看，等一下，我们先来，大家先下载，我们继续开始吧。啊，永玉老师，好，来，你开始吧。是我开始吗 ？OK， 好的啊，欢迎大家啊，欢迎在线的各位接近500人，我们的家人们啊，大家笑好，很开心呢，能看见大家来到今天我们线上的这个学习会。今天下午我们很荣幸呢，我们请到了我们的孙老师，孙策老师呢，为我们啊讲解这个如何通过这个制作这个原创短视频 ，OK， 而且是也非常创意的方式，非常方便的方式 ，OK， 一设计呢，直接就可以有文字，有这个subtitle的方式。因为现在的这个时代呢，我们说就是一个隔离的一个经济的时代，所以我们如何通过这些剪辑，如何通过这些影片呢，让我们企业和企业之间，企业和客户之间，人与人之间的这个距离拉得更加近 ，OK，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发行，我们希望呢可以帮助我们线上的各位家人，我们的这些企业家们老板们呢，可以通过这些网络的一些工具，可以帮助大家更快的达到我们可以跟我们客户做连接，然后帮助这些企业在疫情中强大起来。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在疫情期间我们整个上道集团的这个发行。 OK， 好，那再次问候各位线上的家人，大家下午好。那我们就用最感恩的一颗心，我们欢迎我们的孙老师。Yes， 怎么可以吗？哪个都不是，这个他要去 Google Search。OK， 好，来，各位家人，大家下午好啊。好，关于软件下载的部分大家不要着急啊。我跟大家讲，这个短视频我们都已经看了很多年了，看了很久了，但是我先允许我回到系统里面跟大家讲讲，按照流程走。我们今天下午按照道理呢应该有1000个人，